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这个皮肤看上去跟憨憨一样的，感觉这 B 武器没力量，他手里的东西这 B 提不动，感觉他妈滑在地上在走。你看他那个武器特别低，他这根棍子感觉有点提不动，没力气。全军出击，老马快开播了呀，老马快开播了，很快很快。好吧，他去约呀，他直播续约，然后他人也搬来上海了，接下来就专心搞直播，搞那些视频什么的了。打谁呀？狗头人，狗脑袋。现在该我了。哎，我他妈又冲动了。他们也算上。哇，这皮肤是真的蓝鹰王，兄弟们。回了吗，这位爷？这你他妈你怎么玩啊？我问你，你怎么玩？状态不好吗？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
闪杀不了呀，刚跟闪怎么杀？我操！我惊了呀，刚怎么可能跟闪？我又回来了。刚那波兵线出来，我 TV 回家，这兵线一控，这兵没闪现，我有闪，他怎么玩？那没推出来，那推出来。你是不是鱼？老下播了。严阵以待。这个都怎么玩？呀，这皮肤真的好他妈憨憨呀，感觉操作起来。回血死不了。看招。哎呀，这皮肤真他妈的鱼的很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说这个痛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哦，拉蛋，什么鬼？呀，武器不用那个什么至尊大师是真的蛇蛇，这波兵线要控。那控制的狗头就玩不了，这他妈控线。出招吧！我一级其实这把对线失误了，我一级是他兵线是朝我这里来的，我为了耗他一点血，把兵线推出去了，开了一个 E， 其实是不应该的，知道吧？ Shut down。把他们也算上。这兵线还能控他，因为他必交一来推线，他一只要交的不细节，他就要推线。出招吧！螳螂在我这，怎么控不住了？螳螂在你那吗？哎呀，你看他妈敲不出来，我猎猎，我感觉我是那个至尊皮肤就敲出来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你看到没有？你们看到没有？他他妈在假打，他抬起来又他妈举一下，他举了两下，我裂开。严阵以待。可以越。算可以越他，集中了。还有谁？
夸张的，你知道吗？问题就出现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有一下没 A 出来，这里有一下没 A 出来，那两下没 A 出来。如果那两下都 A 出来，这逼早死了。哎呀，我立了。妈被狗头吃了，我的妈也是惊呆了。我操，装备起来了呀，哥哥。死一波就没了呀，兄弟，跟武器对线一波都不能死，死一波就都白费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操，这么痛的吗？完了呀，这波炸了呀！哎呀，这他妈感怎么感觉老是有问题啊？好幸运没吃到，我想退了。想退，真的想退，兄弟们，想退。谁呀？现在该我了。这把老子都不让你舒服，那补兵补个蛇皮的兵，他逃我不推。不推，你就不。我其实无敌的，这么我看上去3-2，但我实则无敌，你们懂不懂？
其实我很衰，主要关键是跟我对位的这个逼，74刀一个头没吃过塔皮 ，Q 技能也没叠起来，150层，15分钟，他已经裂裂了。这螳螂这波是不会想到他怎么死的，他这么稳的话，我确实就没办法了。等他隐身结束，吃过亏了，不去找他，这波没技能，要给他操作。他妈的！严阵以待。狗头呢？狗脑袋呢？狗人头去哪儿了？我又回来了！呀，这狗头还在他妈做梦，他妈出山下。哎呀，不好玩。那选个这种武器大数据有什么意思呢？对吧？无敌。就是需要玩点天使，什么上单、亚索这些英雄，知道吧？但你们又太严格了，输了就感觉世界末日了。